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第一部电影《我的美丽与哀愁》，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VCR。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唱成这个样子呢？这是你的 key 没错吧？哼，制作人都要这么凶吗？你又不是笙哥。这是我的 key 没错，不信我唱给你们听。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二楼的好不好？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。
便你了。我想我还是不要乱说话好了，最近常常说错话。有吗？有啊。他们你们觉得他很帅，刚刚拿干洗店出来这个标签也不撕，借来的，放着可以穿五次，这样表示说有洗。真的有喜啊，有喜。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他的克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叛徒。为什么？还敢挥手？哪里？那明明是我的歌迷嘛。哪里？有七天好，你欺骗我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人不一定永远都只喜欢一个人啊，尤其他可能是单身，他可以喜欢很多人啊。我没意见啊。你兄弟比较难说。对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。我要谢谢盛哥今天来，他一直都很神秘，我打电话留话他也不回，也不说他到底要不要来。天王都那样啦。谢谢。差不多，反正都算我的啦。谢谢大家来分享我的女儿。好，把场子交给盛哥。对，谢谢。那就大家看得出来我是来垫档的哈，让他下去换衣服这样子。今天我有看那个郭子写的脚本，里面完全没有我的台词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有东西可以背。可是我又很紧张，最近真的老是说错话，所以我还是唱歌好了。